姐姐你好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 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City Isroga。 是，你今年几多岁啊？我今年33岁。你结咗婚未？有，我结咗婚。有几多个小朋友呢？两个小朋友。仔几多岁啊？仔13岁。女呢？女6岁。嗯，你在香港做了几多年啊？差不多3年同现在5个月。哦 ,OK。你第一个老板在哪里做啊？我第一个老板在台湾那里做。照顾什么人？照顾那个公公。公公几岁啊？97岁。哇，90岁。咁犀利。就一个老板。一个老板3年。嗯，你自己照顾。是啦。他使唔使帮手冲凉啊？要，他要帮冲凉，帮包着尿布啊。都要是你帮手做。是啦，全部都我帮手。咁后尾公公过咗身系咪啊？是啦。咁揾咗而家个老板住喺边啊？在那个牛头角。牛头角有几多个人？那个两个人。边两个人？一个公公同一个婆婆。嗯，佢哋健唔健康啊？那个公公都一点舒服噶，但是那个太太那个婆婆都系健康。哦 ，OK， 咁而家点解想唔做呢？因为那个婆婆啊，很多很多麻烦，呢啲唔得，嗰度唔得，那日日都闹人，又闹我，又闹那个公公啊。嗯，但系以前嗰个公公就冇问题嘅。冇问题。嗯，但系太太很多问题，我日日都唔舒服噶。哦，咁样。所以你想揾个人老人家好啲，系咪啊？系啦。你想如果揾到新嘅老板咧，就可以放星期日。如果俾唔到礼拜日，就补翻啲钱都得嘅，系咪？得。嗯，你识煮中国餸啊嘛，系咪？我你自己识，识煮乜嘢啊？我煮那个鸡翼啊，煮那个菜啊，煲汤啊。都识。嗯，你想喺香港做几多年啊？因为我妻女喺金门留，金门少啊，我如果我喺呢度好老板，我一定差不多都4年都得。嗯，咁样即系做耐啲啦。系啦。好啊，唔该晒。唔使客气，拜拜。嗯。